看这是《康熙长卷》，这跟《清明上河图》有一拼的。这是描述清朝的时候，这个人民都幸福的生活场景，人来人往，看看熙熙攘攘，还有当兵的、做生意的、做小买卖的。看，这还有一个叫什么太平有效，这就是黑白的，但是跟《清明上河图》有一拼。盛世昌期，太长了，这个这场景，这也是价值连城啊！哇，这就是《清明上河图》另外一个版本。还有这么多没放呢，看《康熙 Birthday Roll》，22米长卷。22米长卷，这是一个北京啊，1713年，看看有多长，22米，我们刚才才看了10米，哇，这么长。